然后我等一下要撤。Sniper, sniper, sniper. 你后面，你后面，一粒一粒一粒，叫我名字是这里。哦，干！哦，牛犬。 那个，那算了，香。那不用开了。我看了那个打到50多级那个讲说，那个就算你30级的箱子也没有什么。我们之前就开过啊，都砸。就算30级去开箱子也没有任何意义。有在骂谁？哎呦，这边。 然后那个也全部都是冲攻速，对他只冲攻速，杀人放火是用那一只。Warning, you are now entering a contaminated area. 没怪被清掉了，再上去一点。这边没怪，那加油站就没有怪了。Now leaving the contaminated area. 没有怪啊，这边的怪就是代表就是加油站的、啊，刚刚的地下室的。那怎么会紫色的？ 它都紫色的，奇怪。它都这样，我看一下 ，Round One, Round Two, Round Three， 看一下 Round Two 这里。我干！啊靠！ 我被烧到了！我干！我干！哇 ！fuck！ 反正就在隔壁而已。啊！就他会。 看我一被粘到，就是满血烧到死。对啊，星期五回去买个紫装。算了，不想。哎，要死在哪里呢？ 刚快升级的说，这是哪一包啊？我都忘记了。别插了。啊，对，我有9个。这边打完就可以撤了，这边应该有一粒吧？干被人家、哦、报仇，没用啊。 没怪了。
对面还有，去捡我的东西。好，过不去，燃烧中。哦，敌人在那里，牛仔，他叫什么 ？Cowboy 呀。今天在打那个什么 Bullet King 的时候，又做了 Vector， 靠北，我终于做到177,000了。看一下啊、哦，你要撤吗？撤吧，撤吧，都满了。最近就是这个、啊，对，我今天终于把它凹到177,000了。重点是 Talon 呢、啊、，Talon 好啊，一样啊，跟我现在之前那把一模一样。这么帅！我爆头伤害暴击，然后用技能加13%。看这么帅！是我一直想要洗到那个爆头、暴击、爆伤啊！欸、用技能加13%应该蛮强，还蛮强的嘞。那个绝对比暴击强。为什么？是你暴击，你要 crit 才有加那20%。要用技能之后才能呢。那、啊、你有那个啊，蛇杖啊，啊也对啦，对啊，可是很搞笑的是，你知道吗？我装了这个之后，我蛇杖攻击力居然比我 Vect 还高。我、哦、正常，因为它弹夹太小了，是用太弹夹会算，它你的 reload 会算啊，你的 reload 会算的、啊，你的弹夹增加 damage 增加。哦，难怪，好奇怪，明明打起来就是 Vect 很痛。哎、欸，那你现在穿什么？还是金装还是紫装？我只剩下一个紫的啊。我是说你加 EXP 的呢？一个金的，一个紫的。对啊，我想去把那个换掉，换成加 EXP 的紫色的。哎、欸，紫色有 chest 可以做吗？好像都没有。哎，真打、啊，你就捡路上随便捡一个，然后去洗就好了。哎，我之前都在打 Blue King 没捡到啊，哎，哎有怪哦 ，OK OK， 我是有拿到，我是有钓到一个金的那个，之前打那个，哎、欸、后面，哎、先 extract 来了，来了啊，先 extract。那个紫色的还好，他、欸、有一只在后面哦。好，换你。OK OK， 上。后面还有，红红的吗？我看。Ready to bring it on board. 掉绿的。Extraction success. 中万就比较容易掉绿。中万怪多了，他不是这样。跟经验值都一样，我们打这个就好了。他是说经验值会差5，每一个肉会差5。看我打完就没差、啊。对啊，没有，他是说加5啦。没有，我都是277，277都是277啊。是哦，照理说，他说每一个弄的怪，有刚刚286了，哦，他差一级就是加5的，对了，他是这样讲。所以他说打中5以上的怪没有意义。然后他们那个 Ubisoft 说要调整那个 Dark Zone 怪的，有点重。调整怪的什么？的强度。要调强还调弱？调弱了，中 six 不要调弱，太强了。也还好吧。我跟林哲还有救济员那边打好几打假的，哎、欸，上面地标。就小心一点。因为还是太强。等他 fix PVP 啊，怪不是问题。对了 ，PVP 先 fix。
边有人要 Go Rogue 啊。他说 Rogue 会 fix 啊。对啊。以后你杀人，你有看到那个 patch notes 吗？我没有看。就是他的那个 pre release 那个一些 notes 啊，就是说你以后杀人，杀了玩家身上会掉一项随机的东西，但是不是那玩家有的啦，就是系统会给你一个随机的，不知道是没用啊，你说喷 epic 还是一样垃圾，他就是不知道他会喷什么，他们还在你吧？不是，我觉得最简单就是身上有录到 legendary， 就这边没有标记起来就对了。我也不懂哎，这边明明就标有怪，为什么都说没怪？不懂。哎，里面有 division tag 哎 ，division tag 要打，为了。ARG 对啊，赶快捡！我先看到有人PO出 ARG， 是不是超强？超强的，妈的跟……哎，看到这就不想打。哎，背心呢？先查看一下。看为什么没有 Division Tag？ 忘靠背。算了啦，骗你的啦。有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哎，骗蟹啊！我不爱个锤啊！明明就显示在这里啊！不爱个锤，我给打怪去！干，被唬烂的。哎，怪在交战。不要交战啊！你们都互射射光，我们要射谁？对呀、啊。干 ammo 好少啊！哈、欸，有些装备会加那个 capacity， 要装一下。capacity 到，就是你可以 carry 的数量。有啊，我有啊。我现在这背包就有。只是我在讲说这个 ARG，ACP ARG 真的比较。里面有怪。扫一下。是从二楼，二楼，不要从下面。下面也进不去。每次从下面都被秒。哎、欸，加，一起进去秒怪吧。OK。Oh shit！ 又一下。啊！干这些低能啊！他们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射，然后怪全部都聚过来了。我就知道不能跟这些人在一起。应该一开始就立刻就冲进去，这样还不会聚太多。唉，跟这些人呢、啊 oh, ？Fuck！ 哦，太蠢了。又是经验喷超多哎、欸。对啊，又喷完了，就跟刚刚一开始一样。干死掉喷经验真的是一个很弱智的设计。我们到中睡好了啦。我们现在就在 Zone 3啊，在中央公园啊，没有、啊，那边还是要回去射一射啊。好了，那边有怪，不打白不打。好了，看他们两个也撑不了多久，不是应该就照我们自己步骤打，不要跟他们在一起。那、啊、他们就在那里，没办法、啊。一开始我们一开始打的时候，不是都会往左边吗？我一上去就死啊。对啊，所以我都走到底。不太，他们也没接我们东西，算了。是我经验值又喷了。看我的东西又无所谓，干嘛主要是喷经验值啊？干拖个屁呀、啊！下面吧，哎、欸，是不是应该到？是不是往上走啊？往上走比较好嘛。随便你选。好，照我们的老路线走吧。
红人，没有赚经验去。会了会了，可能是雾色，我在想。魔系，应该是雾色。看，我一直很想穿的跟那个，跟这边的怪一样。就穿的跟 cleaner 一样。可是没有办法啊，除非你去买 DLC 啊，才有可能跟他们很像而已。前面应该有怪。有了，暴怒人又要来了。上面一只，上面一只，你。暴怒人又要来。看到他！我干！我来了，我来了！不要死！啊！哦，他还在那边蹲下来，然后比个胜利的，超贱！干靠腰嘞！你有看到魔王吗？有啊，这边有一只啊，在后面，在后面，暴怒在那里看到了，我在那里。我看一下，我应该把我的天赋改一下，应该要改那个没有在 cover 里面会有那个。杀掉敌人会减伤30吧。干真的，我改一下天，不用再爆炸流了，靠腰。对啊，你就改一下杀人的那个会减那个会减伤，那个还蛮好用的。好了，跟我讲。哇哇哇！好。哎呀，好像那个什么防弹射击，那个防弹衣的那个黄金设计图只有暗区有，而且必须要那个。50级，对啊，看slow grind， 应该很快了。我觉得这几天就可以到50级，只要不死的话，不死我们现在早就36了吧？你现在多少？33，那应该早就35了。不死，我刚喷掉了好几一万多哎、欸。是啊。对啊，怎么全部13个了、啊？哦，他喷15000吧。差不多3个，差不多。对啊，超不爽。那走哪里？再上面一点，就应该会有怪、欸。看一下。好，选好了，应该这附近有怪。不过没有。哎、欸，没有哎、欸，这边请教。有前面。什么？对，前面有蚁力，应该有蚁力。哦、还是我死，等他死，我要去救他，Oh shit, no, CNC，顶住，干。啊 ！No！ 我又撑回去了，为什么要跟这些人呢、啊？啊！靠背哦。
又喷回去，而且我喷的比之前打还低。我受够了，我不要再当好人了。你跟我去救他们，就不要理他们就好了。我不懂欸。受够。哎、欸，你走错边了啦！那边显示我死在那里。你现在出来那个啦，你不是在 Dark Zone 里面啊。哦。太蠢了。Fuck！ 他妈再死一次我不玩。你说 Dark Zone 不玩了是吧？不玩了，我要去洗澡了。别这样！妈太不爽了，操！Warning. Now entering a contaminated area. Leaving contaminated area. 妈的，赶紧要消失！还在打？没有啊，没有怪啊。哇，看到好多紫色的，哇，打掉了，掉我们也算了。但我觉得他应该要至少还我一点 EXP 回来啊！我死掉走回去的话，我还没死啊。哦，谢。这一只怎么会打到被烧到？我真无法理解。烧了。难难吗？难吗？干还不是你去救那些垃圾，不理他们呢、啊？认真了，看一下哦、喔，就回去吧。Now leaving the contaminated area。我说在这路上应该会再遇到一例。哦，有了。找一下，干不死。不用进来，不用进来，哎，等一下，红人，红人，在哪？杀！直接被他做掉。干，有怪，杀怪啊！
要开大拳？等一下要冲出去再开，现在就不用开。被压着，敢等我一下，这三个人在压我。那个飞飞啊，我就给你压。我干，好，我靠近，能干掉，死了。又是哈克艾，先打那个小子吧，在楼上。我帮你干 boss， 他死了。哎，小心小心，他死了。干，终于升了。Division Tech， 好狠啊！不能拿。哎、欸，我买了哎、欸。走啊 ，Extract 啊！准备打怪。好了，不要认真的玩了。今天来给他升个36吧。35了，30.8，有怪里面，疯了，疯你有没有发现到，有时候你在 reload 的时候，然后你 reload 其实它看起来已经结束了，可是你让你按两次的不行，或是干嘛，你会把它给死。哦，你要看那个啊，你 reload 不是有一条那个棒条，它会慢慢走啊？有吗？有棒条吗？你等下你 reload 你就知道啊，你的哦，像 Gears of War 那样子，你 crosshair 旁边会有一条那个。bar 它慢慢 fill 了吧，你要等它全部到底才算 reload 完。boss， 那 boss， 在中间。等一下，这边怪很多。清里面哦，清这外面。哦，他们要 buff sniper。至少要 buff sniper。sniper 那么废，他要 buff 敌人的 sniper， 对啊 ，sniper 那么废，不然 sniper 血量要多一点点。现在 sniper 你靠近的时候他们会把大波起。胖子来了。
35耶，早就应该三十。哦，痛痛痛痛痛痛！哎，好不要不要不要！好痛！太危险了，我还是不要在那边。反正太危险了，下去下去。快快快！会啊。快挂。A new agent is joining your team.叫了，反正都要打了。叫叫叫！You got a bird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下去，顺便等下去。哎、欸，加他吧。他已经进来了。Agent, I am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这样这样。那种加的时候，它自动把我的屏幕 focus 拿掉了。丢人哦！哪里哪里？没有。但不要乱喊。Transmission jam。后面后面后面。怪声出来了！干他干 ，boss boss！ 啊，上不去，靠呀 ！boss boss， 走！啊！这游戏的控制真的是要了。要他的。哦，这。你边射击可以边飞。哎，来来来！干！Legendary, yeah. 靠腰，干！You got a bird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 She's done.没屁用啊！这个 legendary 有就不错，我真靠腰。Chopper is inbound.I am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 Sniper, 二楼。
extraction. Cargo has been extracted. 没子弹了，我去一下安全室。弹箱。哎，不是走这边吗？好歹给我个二哥吧。啊，有怪有怪。林哲有讲话吗？啊？林哲有讲话吗？没有啊。没有啊。哦。啊，林哲，你有加 EXP 吗？没有啊，没有特别用。你再打一只多少经验值？200多吧。200。那血也没有差很多。可能他有加吧。我看一下。0%暗区经验值0%，不是你看那个上面那个击杀经验值，击杀哦58，哦对啊对啊，那有加啊，有加哦，去哪？老九带路。好好好，我先看地图。好，你都几？我靠，35、34、35，这么窄？应该是36，我们死了几次？4次。都要干嘛？一直死？要不然早就36了，好不好？这个暗区里面不要对里面的人太过友善。跟你说，不要救那些垃圾，害我挂掉！走二楼，是怎样？被他们干掉。他刚才是救，不是他去救人，然后就自己被打死。然后我去救 Roger， 然后我也死。就是那个火焰呐、啊，一瞬间三个人全爆了。然后后面又有一个人冲过来要救我，然后他还死。他都挂了，那个就是直接冲到左边上。冲到底，然后 cover， 小心一下后面、oh, 后面 ，scan 再进去的，boss 来喽，前面前面前面，
两只。你没有去玩那个拉普？对啊，我刚才回到家，什么玩什么拉普拉斯？阿拉板地主，你们先准备十万哦。对啊，没有十万啊，没有十万不能玩。十万块又可以。有走楼梯，走楼梯，不要掉啊！你掉那个下去，应该就死了。一般人。下面有人啊，他们应该清。还有一只小只的，哦，下去。这边不是有 Division Tag 吗？拿不到啊。拿不到。我的萤幕上已经没有了，没有显示了。被人家拿了。拿好像拿过之后。有一个好像会就有枯掉那样子，我要99级呀！干，不求，我找50就好。真的，99就可以到处乱杀的，然后一直喷，杀个几次就喷到50这样，喷到30就好玩。Sniper 哦，前面还有怪，痛牛犬，干超痛，那是。Back。没有。好，前面。我这边没有看过有怪哦。这边看一下有没有？没有。他一直说这边会有怪呢，奇怪，我从来都没看过这边有怪。那你看。当屋。没有啊，地下室没有。对啊，对面。Exiting the contaminated area。都是在对面吗？这栋也没有。这栋我还没看过怪物吗？理论上应该有啊 ，Beta 的时候就超多怪啊。啊。被清掉了。这边有其他的小怪，大小。在哪里？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边有。干老鼠在哪里、啊？在那地。不知道怎么去。对啊，过去啊。要走一楼啊。然后可以降价。一楼也可以。要到3楼，到3楼。一楼也可以啊。一楼可以啊。一楼可以啊。秋章还没来，你好像有地哦。快！
上面都被清了。下面。上面都被清了。哇，没有哦。好吧，还是要上去吗？还是都可以啊，没错。比这里有怪。我的前面。这里有。回力镖啊，怎么会叫布兰？好了，就往上。哇，刚刚那好补啊，又要升级了，超爽的，就超快的啊，把它死的喷一堆，怎么样？你是升到几趴？啊？你有升 EXP 吗？有啊，到十几而已。啊，升多少？六八，哦，那是十六。放下，看一下哈，我网友快点。左边有怪。正前方哦，人家身上有东西耶，干嘛想杀？人家喷经验，我跟你讲。现在红人的那个，他不是说以后要改？改啊！以后红人变，以后在这边就难生存了。现在还很和平。都趁现在赶快冲到五十啊！以后可能没机会。哎，都没怪。有箱子哎。讲啊。开了。真的是，我叮。好了，飞着。前面吗？先前面。左边也有哎、欸。下地下室。好，下地。看一下。怎样？
Yeah. 这边会有 boss。Warning. Readings indicate this area is contaminated.快讲！我的小箱，小块，这上面，另外一边，好。Leaving contaminated area.五个子弹先，看我子弹好满。哎，林哲，你是有用那个补子弹的那个？对啊，我有用啊。哦，难怪。Attention, hazard levels normal.Transmissions jammed. Proximity coverage only. Transmission jammed. Activated. System rebooted. Now, 有人发明了一招，说什么？是盾牌吗？然后有人在那个盾牌不是可以扛着走吗？有人在盾牌上放放什么机枪哦？智能掩护。对他走到哪里都是 cover， 怎么低呢？就是他必须要架着那支枪，都架到，就是 combo 技就对。里面有怪，哎、欸，有名字，上面有一只内马，他就是，欸、有一只内马，啊，他这样做的话，就是你走到哪里都是 cover 啊，因为他会跟着盾牌移动。那盾不能收起来，收起来就没了。他不能收，不能收。他都只能慢慢走而已。收的话，他就是、收的话就没有用了。他只能慢慢走。他被人家叫做慢速自动刀。这边。那就这么少，杀很快好不好？快都出现了，快！哦，有人在交战。
没有 legendary。天，好了，往上走吧。3.4了，哇，6.4。没捡他们装备就不错，还救他们。哦，都出现了，都在里面。哦、二楼，二楼，一楼就有了。哎，我刚刚掉好武器。这时候就要换上冲锋枪。掉了，开始开吧，走，把它干掉、哦，是胖子胖子，另外一栋大楼很远，这样接下去到那另外一栋大楼又在射，先下去吧，好，中央中间的话快这边死了、啊，去公园。到没对，这边没有怪啊，应该等一下就出来了。先去公园。这公园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就 Bryant Park 啊。你看到那棵树啊？什么树？那棵不是有棵树，是这一棵吗？这啊、哦、有怪有怪，这树应该他们自己加的吧？哎、欸，不打、哦、啊？哦，那再找一棵树，这边砖块有一棵树，还蛮明显。是 Rockefeller Center 吧？是吗？圣诞树？对啊，圣诞树。所以啊，我说魔。叫出来。You got a birdie.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 Agent, I am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 Oh.药箱，弹药箱。后面。靠，连帽。好危险！刚刚那只是个倒地转，怪。怪又来了。Cargo secured. Extraction complete. 算了，下个点吧，右边，地图的右边。上面没有怪吗？上面没有，上面没有。没看到。上面的地图不会有怪。会有把下去吗？右边，右边。这里不是可以下去？这边是可以下去，你要试试看吗？我真的没有特别下去走。那、啊、下面不是很多怪？太险！然后探险呐、啊，一直打上面的。因为这边的人只有标，哎呦，这边的人只有标那个上面的怪，没有标下面。可雷达上都红红的、啊。下面怪超多，下面一直到。有没有超补的？超补的，这边还有一只。哎，上来了。撤撤撤撤！加油！后退后退后退，他烧超远。轰烂他！加油以力耶！是不是？是不是？对。实验一下。没有，没有。又要升级了。哎、欸，有看到怪在哪里？哦，在上面。哦，太好了！那这是怎么过来的？哦 ，short fuse 是不是 ？short fuse。火车人，暴怒人，得开大绝上去跟他玩的。他们要把暗区的票房变调高。还有，我们要去再往上走。
再往上走还有点。如果往上走，可能下一个第二个路口有怪。Division Tech。快吗？到底说这边要有啦。好，我知道了，一定要在楼上。这里啊。有。这里，这里。Division 丁爽，这个不是金色的。有，我拿到金色的，这里又有。金的，金色的，耶！ Yeah, 我的 art， 超爽的。他的蓝的不能转成金的啊，蓝的基本上就是废掉了。看一下，看一下，一二。哦，这边有，右边有一只喷火的。右边，地图右边，喷火的我们又来了。我就是被他喷死。整队人被他喷死，三队有我就不一样了，死得更快是。为什么没过来 ？Warning, now entering a contaminated area。没有，是不是清掉啊？哦，这里没有箱子哎。大箱子没用。呀呀，这边清掉的话，要再继续往上吗 ？Room six 最多了。走，没差。好，有毅力，走。Room six 是吧？就没差。Now leaving the contaminated area。被打到裂痕了，然后减分。不要好了。Zone 6光那个 Zone 就，你们 Division Tag 之后，它会在地图上消失吗？还是不会？会消？不会？哎、欸，会吧？会。哎、欸，有 Safe House， 这样，你不用接去。补一下子弹啊！子弹有一个在帮你补，拿补子弹。范围太小。既然都经过，对呀、啊，干你放我来接，咁丢，那好，你卖什么屌东西？好屌啊！但又不能买，是在屌什么？好屌的东西。到了，哎、欸，哪边了、啊？等一下，已经很久没有死了，很好。
我觉得是等你们来好了。真的厉害！看，因为这边我记得我们以前来干嘛，怪要是蹲在我屁股后面，他妈我就吃屎。好，走。是有人在清是不是？有什么都没有怪、啊？应该被清了吧？没有啊，这边是 Zone 5，我们要到 Zone 6了。Zone 5没有什么怪啊。我接路上还是会有。走前面一直走下去，应该 Zone 5会有自己的。我记得这边以前都有怪啊。那是在 Zone 6没有怪吧？这边没血、啊。这边吗？来了。Six 到了，直走，右转都有移民。那边我记得没有东西进去的。那有怪啊。那有箱子。你要进去啊。这样不能开。这边没有，这个 C 的不能进去、啊。你们去哪里？走哪里呀、啊？都可以的，都。差了没差，我过来。不是啊，怎么进去？这个 C 的不能进去。这个进不去啊，我不知道怎么进去。他不让，这边有 C 的牌就不让进去。他不让进去的时候，里面显示。对，但是他不让进去。What the fuck？ 不行，不能进去。这边就没有怪啊。那前面有啊。前面。说这里有啊。会啊。这里，去林泽那边，林泽那边。哎、欸，去这个，我去这边有人在清的、欸，就是有人在清。我刚刚在讲，一定有人在清。干，快来呀！我、哦、干！哇！还是没了，还是回来人类。那可以不加？人在这啊！哦，人在那边了。对呀、啊，这还恐怖。他们有狙击。Okay. Friendly division agent is down. 这里跟前面那些是不一样的，好不好？看狙击。屁股。啊两个谁杀得了？靠近了，没有办法，贴上去就好了。靠近，哎，丢给我丢上。OK， 完了。Morning. An agent on your team requires aid immediately. 爬过来。来不及啊！可以的。啊，干了。对不起。报仇啊！但刚怎么有电啊？哪里来的？他们会放 trap 啊！干！还好，没事。上面还有。确定我们要来这边吗？这样才刺激啊！这把经验值又没差多少。为什么还有？还有什么？好、oh. 嗯。怪出现的。会啊。嘟。你们分头行动是要死的，会的、啊。他说这里啊，这里有怪啊，就是那个喷火器啊。哦，来了。喷火器，哦，那范围不远。把它拖出来就好了。看到、
应该有怪啊，怎么找不到？被清掉了。直升机一定有人在清啊！一直清这里干嘛？不知道他们打的赢哦。有有有有。看出来了，热的。出来一只海豚，Morning. Readings indicate this area is contaminated. 干嘛了，医生？走下去好了。干！要往南边移动了。怪太少了，不行，我们就不死。Leaving contaminated area。要往南移动对吧？往南呢、啊？右转。好。不怪哎，这里光怕到了。必先 tag。对啊，都被清光了。最后我记得有挂，这边都没有啊，被清掉了。啊。下面呢？广场下面呢？空的。啊，下去，走了，出去了，烂透了。烂！哎、欸，出来了！哎、欸，靠腰！哦，在隔壁。完了！完了！开大局啊！还有人在哪里？左边。Get！ 啊 ，pass。在哪里？左边底下、啊，这里，下面，确定要来这里，没那怕的啦。左右两边都有怪，不要出来。哎、我被滚了还。干。可怕啊等 skin 等 skin 我两边都有怪啊正前方也有啊正前方那边先打、啊、我先打回来我上来了卡住！哦，干！不要挡 ！No！ 看 ！Warning: An agent on your team requires aid immediately. 赶快救！这地方太窄了。Exiting the contaminated area。好，没了。红人。会了。看到太远了啦。
用啦。他们在跟着我们，跟着你。敌人哦，对不起，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下干下干。上面一堆，外面先不管了。这是我昨天打的人。上去啊！哦，好多怪啊！标哎，那是进不去的地方。前面有怪。对对对对。这么多。要十二点了，好，升完这一集我要去睡觉了。是是，你还差多少？两只。这么快？哦，一大堆。真的？请要打到死为止啊！干，我不会死。是哦，哎、欸，我拐在地上。下这栋里面是不是有？底下。底下。怪怪。在地下。对对对。哎、欸，地下有一个红人，不是不是那个有名字的怪，这里差不多有红人，真的有红人。应该离我们很远啊，那个太远。你怎么知道距离啊？大小啊。哦。哎、欸，越来越近。这里到了，怪怪怪 ，bus。这边有 bus。怕是在更下面。那怪怎么多？怪冲过来了！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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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火要注意一下。哎、欸，有一只在追我！看到了，看到了。打掉吗？
顶住，来了！干，着火了，着火了！先造，先造，先去打小怪，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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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下来，下来，下面没有怪。啊，去死吧！那边打，那边打。我干，被炸去哪里？还有。哎、欸，往左边。好可怕、啊。那、欸、底下有一只狙击啊 ！Factor， 是，应该没有怪了。红人一直在附近呢、啊，他在楼上吧？对，他太离我太远，如果是看得到他的话，他就被我识别出来。我看一下哈，除非我们要去找他吗？走。下去，他应该在下面的。你确定在下面？在上面吧。没有没有，我是上面，我找到 scan 了他。看不到。不是说这边的下面的、啊，我是说 map 的下面。你说南边的、啊。边的。这边下面。哦，很近哦，很近哦。对啊，就在前面而已啊，给他死。看，我觉得他是外挂。哇。走了。没了。来了。有有有。超近，跟他穿墙，我跟你讲，他就拿 vector， 哇，不见了，被穿墙了，又出现了，杀多少？哇，找不到人了，对了，快了，加油，在右边。应该很久，我不太应该持续的在杀人。他是用了外挂吗？交战中，他是不是跟他们交战？可以吗？看一下，这是小怪。我找他还是打小怪？找他啊！找他！在中央公园，还在中间的公园。哎、欸，真的哎、欸！看他给我带走，好多怪、哦，我不想在那边打吧。哎，是谁放的？哎、欸。是他，其他人，小心一点。先清这边的怪啦。哦，干！看里面有一只，里面有一只。红人打你。You got a bird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 哎 ，pass。摸他一下，
哦 ，Legendary。下去啊！他在下面啊！干，这边上面超多哎，算了算了。哇，来了！没干，打到人了。下面，前面，下面很多呢。下去啊，上去。这边呢？对。看，这绝对是有人在碰。哦，好边。嗯，哪里啊？我 scan 在旁边。这样下去了还是怎样？下面没路啊，在这里啊，这里。这样。
看那个红人那么阴魂不散的呀、啊。那绝对是他跟玩家组队在录在弄什么，要不然就是有人玩家被他害成红人了，就是这样。好了，上去吧，帮我测一下。啊，感觉找他杀他当做一个收尾啊。对啊 ，OK 啊，离开的时候再杀他。上去。看像蟑螂一样打死不行。等一下哈，我们到 extraction point。有怪哦。这是有在冲，这是外国。没有活人在动。走的时候顺便把他给他一枪，他被他做掉就算了。怎么可能被他做掉？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玩家在帮他。那怎么帮？你知道吗？三人队就他一個，另外一队。他一個。不是啊，那他别队打我，他还对红人啊。就是故意啊。他会在你面前绕来绕去啊。干不是我。给他三人。我们从刚刚看到现在只有一个红人啊，就代表他如果有，代表只有一个人啊，所以他会把这个人会故意去诱其他玩家打他，然后他剩下的三个队友不会跟他组成队，他会故意在对他开火的人面前故意走来走去，就不小心打到那个其他三个队友。啊对啊，打到其他人，其他人不是会变红人吗？没有，其他人是另外一队，要另外一队啊。对啊，那一样会变红人啊。是我们会变红人。对啊，可是雷达到目前为止就是一个而已啊，所以就代表说他根本没有引诱到什么人打他。哦，也是啦，也是啦。看他到底在哪里呀、啊？跑过去了。哎、欸，你们在哪里？在撤。等下找他了，撤完就来找他了，就 scan 他。我撤衣服，嗯，没看到那个怪，是不是他们都在门口嘞 ？Agent, I am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 你来了？怎么突然直接在我面前出现？看到吗？直接伸在你这边。他刚好 spawn 就是这样。哦，又来了。都来了，都出来了。新兽出来了吗 ？Agent, I am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 我复活了。Sniper 兵在后面。You've got a bird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 Beginning item extraction. 人不见了，不红了。兽在哪里？前面有怪啊！看到
哎、欸，后面后面。哎、欸，有名字的。托起，托起。差一点点啊！最近的南边，对，我到了，怎么了吗？就好多红人在等，红人就不见了，哎，38了。撤退成功。